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《镜头下的奇景》。想必很多观众都还记得曾经名噪一时的电视剧《小兵张嘎》，故事主人翁生活在一个叫白洋淀的地方，那儿风景如画，芦苇荡漾，水与植物相互交融，一望无际，全是绿油油的。现实中，白洋淀其实是国家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做回自信的自己，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当然，旅行的时候我们讲究文明旅行，再美的花儿也不能采摘，再舒服的芦苇也不能真的就躺进去。如果你去到白洋淀旅行，可千万别忘了嘎子哥的绝活——潜水抓鱼。听说白洋淀的鱼儿又大又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介绍就到这了，感谢你。